之后我大概讲这样，所以一样嘛，它可以是row 的 B 栏，好放这个。那其中关键的地方就是说，如果里面有双引号，一定要有没有一样嘛？丢公式到储存格里面，这个地方的话很重要，就是双引号一定要变两个。第二个就是它的列号哈，会变动的话，你要跟着什么？之前是跟着 i，那这边要跟着那个被改变的那一列的列号是多少？所以特别说 target 点 row 这个 target 点 column，这一招的话还蛮好用的。那我们就分别把 B、C 一直到 F 这边贴过来，然后改了。改完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应该基本上完成第一阶段。所以第二个也放过来，不过后面好像有几个会查不到哈。OK，那这个我们再看好了。我刚刚也看了一下，好像公式没问题，但是又查不到。然后后面好像奇怪的，后面是不是没录哪边有错吗？13看一下，因为你会发现这边跳下来，应该 A3 有变了，这边要变 C3，可是它还是 C2，永远都 C2 都不变。OK 哈，所以错应该错在哪里？看得出来啊，应该是在刚刚丢一嘛哈，一跟一栏哈，所以一，所以你就看一，OK，然后后面的话应该是 C 啊，这里有没有？所以慢慢要习惯哈，你们也要找得出错误来不然的话哦，你正常状况 OK，但是不正常状况你就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有的时候啦其实要找到错的地方。也是一种学 EVBA 的一部分哦，除错能力啦，OK 哈，所以这边的话怎么改一样嘛哈，所以就是把这个东西再贴过去就好了，所以这个贴到这边来，这样就 OK 了哈。那我们来试一下，那再变动它看看，有了，有没有？再变动，这个也正确了，所以。OK，那因为我刚刚是拿那个我云端上面的程式来贴，所以可见的我云端上面的程式也有错误。因为我刚刚是直接拿这边来贴的了。OK，好，那再来的话，可是会有个问题，就是当我删掉它的话，它不会跟着清除，所以理论上应该什么？当我删掉这个的时候，那后面跟着删掉。所以呢，这边理论上我的写法这样，就变成说呢，我应该要在这个逻辑里面再多一个什么呢？多一个逻辑判断，就是 if 里面呢再加一个 if。如果什么呢？如果那个if 哪一个呢？这个 A 栏里面是空的，那 A 栏里面是空的怎么写呢？其实也就是把这个拿来复制啊。改一下，这个改成 A 里面如果是空的，那空的几个写法可以写成等于这样子啊。我一般比较 OK 的写法是空的你可以用那个 VBA 里面有一个函数叫点，是不是 is empty？ 这边有个 is empty， 是不是空的 ？is empty， 刮胡一下啊。让这个 is empty 去判断一下，看看呢这里面呢是不是空的？如果里面是空的话呢，空一格 then， 那其他也是空的。反之 else 就执行底下这些啦，所以这些变成在 else 里面，然后把它按一个 tab 啦，让它下一阶，因为如果没有下一阶的话，看起来不太明显。那我习惯呢，这边加一个 end if， 所以为什么习惯先把这边打完？因为如果你没有先打完常常会忘记了，如果你没有打 end if 那这个结构就会坏掉，就错掉了。OK 所以 if 如果呢 A 栏里面是空的，那做什么？把 B C D F 这些全部清空，反之那就丢公式。OK 所以这个地方 is empty 有没有？然后那就把它清空，清空怎么清空呢？干脆复制一下，复制这些后面怎么样？全部都改成清空，这样子有没有？
所以清空的话你可以 shift 按 end 的键这样子 shift end 哈、哦，那就是选取到最后，所以这边啊 shift 按住加一个 end end， 这样就整个选到后面去，好，有没有 shift 按住再加 end， 意思说帮我选到最右边，好 ，OK， 好，然后双引号 ，shift end 双引号 ，OK， 好，所以有时候啦，那一些小技巧，如果你可以学会的话，以后写程式会越来越顺。好，程式写完了，基本上哈、哦，这样子如果是清，如果里面是空的，哦，所以我这边设个中断点哈，如果这边是空的，哎，那看一下是不是空的呢？好 ，F8。是空的，那也帮我怎么样把这些拿掉 ，OK， 所以呢，这边按 F8， 清空，哦，有没有清空一些？哎，有没有下一个清空 ，OK， 好、哦，然后再来的话呢就 OK 了，所以一样嘛哈、哦，这边清空，嗯，那为什么后面没？哎这个有 ，delete， 嗯，哦，我知道，因为我程式还在终端，还没跑完，好，让它跑完 ，OK 啊、哦，所以如果 OK 的话 ，delete， 哎，可以了，哦 ，OK， 所以刚刚因为程式它停在那边，所以你一执行它没有 work，OK，delete，OK，、okay, okay, 啊、哦，但是请各位注意一下哦。这个程式哈、哦，还有一个还没写完的，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是清整个范围，它没有办法清整个范围，那要另外写。OK 哈、哦，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啊、哦，这个程式哈、哦，如果你只能清一个没有问题，但是要清整个范围还没写。OK 啊，所以可能会有那个问题啊。不过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啦，以后你就这样用就好了。反正要跟不要，顶多也是这样而已啦哈。啊，至于其他要怎么样把那个范围部分加上去啊，这个我这样另外再说好了哈。OK 好，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把画面先还给各位哈。那个程式刚刚写的程式啊，云端上也有了哈。如果你要参考的话，可以参考一下那个云端上面的。程式一模一样写好的 ，OK 哈、哦，试一下。